你响度摆咗好耐档啊？啊？你都冇人帮衬你嘅。系，系咯。我呢度有啲饭餸啊，你食啊。食啦，你再唔食，变神仙噶啦。多谢。仲有啊。听日做到生意咧，报答翻你。系咩？听日实有人帮衬噶啦。哈，人哋做收买佬咧，就去三元里，去四牌楼大马路。你做收买佬咧，就喺呢度开档嘅。我人生路不熟啊嘛。你呃人嘅，我阿爹啊，以前都系做收买佬噶。咁你指点下我，等我唔使挨肚饿都好啊。如果你再扎傻扮懵咧，我唔睬你噶。对唔住啊，我唔识讲嘢噶，激嬲你。其实我都明嘅，你使乜惊？我又冇问你乜嘢。问咩啊？算啦。你想问咩？冇嘢啊。好好食啊，多谢晒。俾你只手我睇下。做咩？唔做。睇你有冇讲大话咯。睇到嘅咩？我阿爹话咧，啲萝卜头一捉到人咧，就睇佢手掌。如果下边有浸咧，就知佢系揸惯枪嘅军佬，就即刻捉佢枪毙。但如果上边有浸咧，就系耕田佬，然后捉佢做苦工。咁叫枪毙啊，定叫做苦工啊？原来你真系讲大话，收买佬对手边有咁靓？喂，你吓做咩啊？冇嘢啊！你唔好成日望过嚟啊！求下你啊！咁你可以行过啲摆档噶。咁我咪望你唔到咯。啊，佢爷喺度原来啦，喂嗨下，喂嗨下水阿顺哦。阿启去开门啦吓！你唔开门惊大耳窿啊？啊，你讲咩啊？咦，系你啊，全婶？哎呦，系我跳，全婶你啊？系啊，大家好。哎呀，几好你唔好过来啦，佢爷你过来做乜啊？堂屋都系男件，哪有随意你瞓觉咧？哎呀，挨奸先女啊，惊你有乜嘅事哦？系嘛？都话你两公婆恩爱噶啦，好啦，祝你哋啊同年同月同日死啦！乔石帕尼啊，你是俺的面试啦，你踩屎啊已经啊！哎呀，马上咯，开工啦！开工啦！全叔啊，我哋等咗你老婆好耐噶啦，点解佢而家先至嚟嘅？吓、啊，你个水袋啊，仲系搵个老婆伴噶？啊，罗豪啊，少个钱！哎呀，伤啊，老公！哎，开工啦，排队啊！阿家婆，哎呀，我呢度咧有两条裤咧就穿咗个窿，吓呢件衫啊裂咗啊，呢度啊呢度。哎呀，下下都你安多山阿布，你就赖工嘛？呢啲我嘅。哎哟，万难谢过秋时啊！啊，你个睡袋啊，好脏到可笑啊！咩啊？我洗过噶，咩臭啫？都冇味。哎呀，放晒来啦，放晒来。啊，唔该全婶，唔该全婶。嗯，到你两只耳呢，只听话。阿罗湖啊，爱嘅，不爱嘅听。系、哎、呀，排队啊！哎呀，我系你老公啊嘛，我喺呢度排队，咪打尖啊！哎呀，你看到你老公大堆咯，咪打尖啊！我前嚟跟队尾啊，鬼叫你头先唔排队呀、啊？系啊，你班衰堆啊！罗湖啊，少佢钱，冇理由锡外人唔锡老公啊嘛！哎呀，炒乜鸡啊呢？嗱。哎呦饼啊，给你食啊，唔好嬲咯。饼啊，我老胡灰我吃啊，你莫款啊。哎，顺啊顺，你行有烂衫挨布嘛，以前拿过来咯。哦，唔使啦，全婶冇啦。哎，人哋顺叔有老婆帮佢补，
你估好似我哋咁可怜咩？嗬？系啦，我哋黄老五啊嘛，想搵个饼食下都冇啊。系啦，有老婆几好啊，有饼食喎。系啊，死两个老婆又可以帮你补。哎呀，唔好暗暗沉沉啦，哎呀，捞起吃啦，就包佢啦。谢谢晒，谢谢晒。哎呀，你呀，康阿顺咯。阿顺啊，喂阿顺啊，喂阿姨捞嘅嘢你真系唔想断，话啦。边个咁嘢咧？阿全叔等我嚟啊。哎呀，你哋都做乜嘢啊？哎呀，走啊！哎呀，顺叔啊，阿叶良初啊，哎呀，走啊，走啊！阿顺啊，走啊，走啊！你，我唔想见到你啊！哎呀，你先系物言嚟噶你？呀，顺我开门咯！哎呀，哎呀，唔关你哋事啊，出少句声啊，老嘢！哎呀，你攞何来噶？哎呀，走啊，唔想见到你啊！呀，开门啦！开门啦！正衰火嚟噶！喂，你咪有事嘛？你想点啊？啊！二少，二少，哎呀，二少，全叔，哎呀，二少翻来啦！全叔，二少翻来啊！哎呀，你个顽皮仔啊，终于都翻来咯！喂啊，廖月太啊，二少，我入去话佢哋听下，二少翻嚟啦，我真系全叔啦，你啊！喂，阿贵，二少，二哥。美娇，喂，叫艾少出来，艾少奶来啦，来啦，二哥啊，你再唔翻嚟咧，我哋上去揾你噶啦。傻妹，二叔二叔，喂，有冇曳到先？好快。嗯，吓死人啊你，阿哥阿嫂，系咪出咗事啊吓？二叔二叔啊，你系咪俾日本仔捉咗啊？二叔啊，争啲猪肘翻唔到嚟啊！猪肘？点解会去猪肘嘅？我喺长沙收完数，谂住上上海见识下啊嘛！真系俾我估中咗啊！你唔知上海好乱嘅咩？喺长沙都有人讲噶啦，你睇唔到唔对路嘅咩？去到咪知咯！哇，兵荒马乱啊，人人走晒落嚟啊！哎呀，蒙得我啊！咩啊？咩唔记得咗啊？漏咗嘢啊！唔系啊，我漏咗个人，等我嚟。嚟啊！阿哥阿嫂呢个我妹啊，呢啲全部是我哋嘅伙计。佢叫秀玲啊，我哋喺株洲识嘅。我有嘢宣布，我哋已经结咗婚啦。我同秀玲呢喺株洲返长沙，跟住行路落衡阳，跟住喺衡阳再搭车返嚟，好彩身边仲有个钱啫。哎，昌环嚟啊，叫二婶啊。二婶，好孩子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二叔，我唔识听啊。二婶问你叫咩名啊？昌华咯，昌华乖。哎，我哋入去见阿爹，俾个惊喜佢啊！阿天佑，阿天佑啊！哎呀，老爷唔系好舒服啊，唔好讲咁多嘢啦吓。你一个人入去啦，结婚件事夜啦，听日至讲啦，等佢听日起身至惊喜下啦吓。咁好啊。哎，我进去看看我爹。头先好大雨啊，睇下全身湿晒啊，行开啦，行开啊！真不好意思，叫你们担心了。天佑一路上都提着你们，他叫我放心，他说哥哥嫂子都很疼他，我不相信。现在看见你们，我相信了，天佑多幸福啊！师弟，师弟。这里很大，我还以为广州的屋子比上海的小了。这里是工厂吗？师弟，哎呀，湿成咁嘅，哎，美娇，同佢上去换件衫啦吓。哎呀，冷真添啦，哎呀，快啲同佢上去啦吓，换件衫啦。哦，佢今晚住边啊？今晚住住书房先啦。嗯，好妹妹，你真漂亮，长得真像你哥哥。我哋上去换衫吗？什么？上去换衫。什么？换衣裳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换衣服。谢谢你们，麻烦你们了，多好了，今天晚上我可以安安乐乐的睡一回。晚安，明天见。来。谢谢你们。喂喂喂，冇嘢嗨啦，嗨完啦，喂，瞓瞓觉啦，出嚟出嚟。哇，咁出人。
你冇嘢啊嘛？究竟发生乜嘢事啊？个人平安翻咗嚟咯，你仲想点啊？点会一个人去，两个人翻噶？太突然啦！你估啲点可以相信？哎呀，个傻仔仲学人讲国语啊！你叫我点可以相信啊？诶，唔好嘈啦，佢出嚟啦。二叔，秀玲呢？哦，佢想出去换衫。阿天佑啊，天佑，我有啲嘢同你讲。老婆，你同昌华上去瞓先。阿昌华，你自己翻房瞓觉先啊，乖啊。你都要上去。我要留喺度啊。大嫂啊，放心啦，阿哥要审我啫，不过佢唔会打我嘅。嗯，咁好啦，不过你啊快啲换嗰件衫啊。哦。你点识佢噶？喺边度识佢噶？喺株洲咯，佢喺上海走难落去嘅。佢一个人啊？系啊，啊唔系，啊，仲有其他人。佢啲屋企人嚟噶？佢啲屋企人死晒咯。哎，佢师傅系玩杂技噶，佢以为可以跟住师傅入去四川揾食，咁点知啲日本仔专开枪扫啲难民，咁佢师傅就炸伤咗啦，去到株洲就死咗，咁个团逼住解散。后尾我喺株洲遇到佢。他决定不入重庆跟我回来。阿哥啊，缘分的事呢真是很难讲的。他讲了以前的事给你听的。难道我作出来的？你知不知道上海很多交际花的？他只交际花咩？你们认识了有几多日啊？你和阿嫂见过一次面都结婚啦，起码这二十几日我们日日对住好了解。他中意你什么先？他那阿嫂又中意你什么先？你再博嘴又打你的话，你打我都这么说的了，都成事实了，唔可以翻转头噶啦，哥啊，我27岁噶啦，我咁大个仔都未做一件大事啊，今次系第一件我自己决定嘅大事，我死而无悔。你当就下我好唔好？你叫我点同阿爹交代啊？你唔敢同佢讲，我自己同佢讲咯。喂，天佑，等我讲。成个月唔见人翻嚟啊！以为啊，你俾萝卜头捉咗就你，哼，没那么容易啊！吓你啫，睡了一觉真舒服啊！院子里这么多雨伞呢，手工真好啊！谁呀、啊？伊小奶，早晨，是你们啊？CD 早啊，这么早就开工啊？CD， 不是，哎呀，是你哋嘅头啊！哎，等我讲啦，哎，我问啊，啱一点才开工，这是你们造的雨伞？哎 ，CD， 很美啊，上海的雨伞也比不上。哎呀，你是上海人啊？不，我在广西长大，后来跟师傅到上海。师傅？是啊。我师父耍杂技的，办了一个杂技团。杂技团不懂？杂技团啊？杂技，你们有没有看过杂技表演啊？好像抛球、顶缸、飞刀、踢碗，看过没有？哦，睇过啦，睇过啦，杂技团啊，扎枝藤啊，对，好嘢喎，计，我够知咯，啊呢条扎枝啊，我不会，我在团里表演歌舞，啊歌舞，哦，二少拉又识唱歌跳舞噶，我一撑啊，我撑大戏，我唱你听啊，哎呀，你唔好唱啦，二少拉啊，不如你唱啊，好啊，二少拉你唱啦，不好啦，你唱嘛，你唱啦，你唱啦，好啦。好久没有这么开心，来，我唱歌你们跳舞，好吧？好啊，再跳啊！你们拿着这些雨伞，拿着跳舞，来，转，转着跳舞。转得咁转得太松。哎，你呀，转，好，拿着吧。我出场了。好，来啊，来啊。耶，哎呀，哎呀。进进进。哎哎哎哎家。进进进。咪呀。进进进！哎呀，老爷，早晨。
老爷，我来开工啦、开工啦，开工。你是？青啊，青得好哎。您是天佑的爸爸？是啊，你就是寿灵。天佑说你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嗯，现在看来又不太像。你真会说话，爸爸。嗯，你坐，别站着，这里有凳子。嗯嗯嗯，天佑叫我爹，你叫我爸爸，好。嗯，我从小就没父母，一直想有个爸爸。嗯。您也坐下吧，嗯、好。您今年多大了？20岁。哦，比我的女儿还小啊。天佑他大你7岁。那像，他是个小孩子，没头没脑。对，对啊，没头没脑啊，说得好啊，他就是没头没脑啊。那么，你就这样嫁了他？你不怕？他有什么好哎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在株洲，我看见他一个人在火车站，孤零零，怪可怜的。他什么行李也没有，就带着很多雨伞。我还以为他在车站卖雨伞的。我走过去，我告诉他，兵荒马乱，没人要雨伞。我就不忍心的同情他，跟他买了一把雨伞。他笑了，笑得多傻，我才知道我弄错了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书呆子一个人容易受骗。嗯，我从小跑江湖，比他见识多，我们就一起去长沙。后来我觉得他对我真好。嗯，从来没人像他那样对我。我心想，穷就穷吧。嗯，我再跟他一辈子。嗯，就结婚了。啊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傻子一点也不穷，他身上有钱，我就更担心。好不容易才回到这里呀、啊。爸爸，嗯，我出身不好，您不嫌弃我？嫌弃不是天佑他配不上你啊。我这个孩子不长进，可就是最够眼光。老爷，早晨啊。早晨，大嫂，天赐，你哋都出咗嚟后院啦。系啊，爹。啊，大嫂啊，你话系咪啦？呢啲系叫做容人多口福啊嘛。天佑个傻仔啊，一世好命。哥哥傻子，你们早。早晨。啊，天佑呢？一早就叫醒我，话俾我知佢结咗婚，吓到我半死咁滞。家阵啊，去同阿桂美娇佢哋出去话买啲嘢翻嚟贺下佢。唉，算啦。天佑都咁大个啦，点话点好呢？结就结啦，佢恨咗好耐㗎啦。你个头唔赤啦系嘛？唔赤啦，精神好好。天佑返咗嚟就舒服晒啦。一阵间大家高高兴兴食餐饭，一家团圆贺下佢吓。好好好，我去厨房准备啊。好啊好啊好啊。爸爸，嗯，我去跟嫂子烧菜，好吧？好好，去去吧。啊，仲有家嫂啊，你啊预备啲嘢，一阵拜祖先啦吓。哦哦。啊，仲有，同我叫阿顺入嚟。好啊，嚟啦。阿爹啊，嗯，天佑而家置咗家，先头谂嘅计划又要变噶啦噃。点都好啦，你两个一定要走，唔舍得都要舍得噶啦，留喺广州唔系办法。咁你我梗系留翻响度啦。呢间老字号系我一手创办嘅，死都一齐死噶啦。老爷，唔好讲咁多啦，你翻出去先啦。系，我翻出去先啦。老爷，揾我有事啊？阿顺，听讲话你呢排好唔掂噃，搞到债主临门系嘛？边个讲噶？冇咁嘅事啊！若要人不知，就除非己莫为。老爷啊，佢唔系债主嚟噶，佢。佢啊，咁佢系咩人啊？系咪连我都唔讲得？嗱，家阵得我哋两个响度啫，你讲啦。老爷啊，我冇用，我唔争气，我将老婆点咗啊！点老婆？你点老婆啊？嗰人叫颜兴啊，佢两公婆喺南洋翻嚟噶。佢老婆冇得生，又知道我揸人周身倒债，同我还晒不特止，
吓，仲买柴叠米啊，整到我间屋鬼咁舒服啊！哦，佢想借你老婆个肚啊，同佢计后香灯，点老婆？先上几十年好兴嘅，尤其是省城呢一带。哦，咁你家阵复古啦吓，咁、啊、你老婆肯过你咩？就系佢啊，我唔肯、啊。个颜兄好鬼够手段噶，搵佢太太出马同我老婆针，嗰两个女人阴啲阴啲做咗我都唔知啊！我衰婆啊，翻乡下啦出到嚟啊，大肚淋针啊！你话而家我有咩面见人啊，老爷？点讲都好啦，呢、這个颜兄都算系你嘅恩人。恩人啊，依家佢翻转头叫我恩人啊，差唔多。嗰、那个衰婆真系同佢生咗仔啊！我就生三个女，佢一生三个仔，你话条气点顺啊？咁你咪当做件好事咯，好事。但系咧，老爷，真系我个心咧，真系硬系有条刺，真系啃住，好鬼唔舒服啊！吓、我唔想见佢啊，佢咧死都要嚟亲身多谢我、啊。佢仲话，如果我肯我，带埋我家爷仔啦落南洋咁话、啊。落南洋都有前途嘅。哎呀，老爷，我跟咗你十几年。嗱，我心系点，你唔知嘅咩？嗱、俗语都有话啦吓，忠臣啊不是儿主，烈女啊不会儿夫。夫，哎呀，又讲错嘢啦。我听你咁讲落，呢、這个颜兄都算系儿戏仔女。阿顺 啊，得人因果千年记 啊。老爷，你意思即系话？去见下佢啦，吓、啊，大家交个朋友啦。见佢啊？啊。二哥啊，行快啲啦。佢哋翻嚟啦，唔好讲啦吓。哦哦，阿爹。阿爹，意思啊，顺叔，顺叔，阿爹啊，啲嘢好贵啊，啲、米咧涨到成千蚊担，睇情形真系打到嚟啊！我哋仲见到啲学生咧示威游行添啊！系啊，爹。阿贵啊，老爷，由今日开始，苏记厂暂时唔做门市，唔开铺啦吓。系、啊。点解？得啦，阿天佑啊，你扶我上楼，我仲有嘢交代你。哦。阿美娇啊，你帮手攞嘢入厨房啦。哦，知啦，爹。小心啊，老爷。你去收铺啦。好声。喂喂，你哋出嚟帮手收铺啦。哦。啊，唔该你。我想见见你哋小姐。你，我知你真人不露相啊。你哋做惯大事嘅人，拎得起放得低啊。我哋三小姐经唔起风浪噶，唔该你啊。你高头。你翻入去啊。翻入去啦。做咩啊？冇，我嚟话你听，我走啦。走？系。咁你做完收买佬啦咩？我唔想再呃你。你讲得啱，我唔系做收买佬嘅。我任务完成啦，依家去接下一个任务。去边度啊？去汕头。我写信俾你。你冇呃我、啊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美娇，我姓白，单名一个英字，英雄个英，美娇，我走啦，再见。我等你啊。值得咩？嗯。你记得有个咁嘅人，我已经心足噶啦。再见。白英。人间有情第三回，香港电台戏剧组、春天舞台联合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凌晨两点半，香港电台由冯卓桓报道新闻。美国联储局决定维持利率不变，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0.25 至到半厘的范围。不过联储局表示，加息的机会增强，暗示当劳工市场进一步改善，会在年底的时候收紧货币政策。会后声明表示，近月美国经济活动上升，就业职位亦都持续增加，
联储局仍然维持利率不变，直至有更多证据显示经济迈向联储局定下的就业和通胀目标。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7票对3票决定维持利率不变。堪萨斯、克利夫兰和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都支持加息。总理李克强在联大会议发表演说，他形容包括贫困、难民危机、战乱和恐怖主义等问题都是由发展不足引起，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路。他强调在发展过程之中，除了各国合作之外，亦都需要平衡和平等，不能够造成高污染和高排放。谈到南海争议，李克强未有刻意点名任何国家，只是说中国主张透过谈判友好协商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等问题。他重申中国会努力求同存异，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而努力。至于北韩核问题，李克强重申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立场必须透过对话协商解决。加拿大收到多宗炸弹威胁，但全部都是